素食展会场人潮多，近似资粮摊位前询问度高。张慧娟想要开始吃素，香鸡饭随泡随吃，省时又省力，让她很方便。正在用什么香鸡饭啊这些的，觉得很方便。在家里有时候小孩子啊哈，如果说中午要吃的话，还蛮方便的。然后味道也还不错。利用食材做出来的小点心，个个可口。张美华鼓励大家来试吃，也分享她的故事。罹患癌症二度复发，一个改变让她健康到现在。恢复了简单的生活，吃近似谷粮以后，然后我的身体也健康。然后我要将我的健康理念，然后也来帮大众找回他的健康。以善念为出发点，每一口资粮都会是甜美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秀婷、夏美玉台北报道。